前香港靓女多。咩话？你讲香港靓女多啊？咁大概会点嘅情形？我望你形容下，啊指点我。嗱，袁宗云老哥，好多靓过鬼火，更风骚千笑炮送臭波。转咗入许上环，个入边靓女亦算多。原来香港咁多靓女嘅。Boss 哥，细哥，大佬，我已经花咗53,530匹，订好两张太行向听朝8点起飞 TG600号班机落去香港。8日晚8点9个字返嚟曼谷大京都嘅皇家枫兰商务客位飞机票。响香港住响中环干诺道中5号明拉伦东方饭店。你两条 probe 街仔落嚟香港沟女呀、啊。阿爷唔好咁讲好冇。我哋有正经嘢做架，不过办完正经事就会顺手落路烂执返几件嚟补返镬金嘅。各位香港嘅同学，香港同志游行2014将会响嚟紧嘅礼拜六，即係佛历2557年11月8日举行。呢镬个主题系肯定要餐，尊重差异，踢走歧视。我哋班大学生相信人系应该生而平等嘅，每斗友仔都有平等嘅权利去爱人同被人嚟爱。我哋如果能够向阳光之下，向香港热闹街头一起游行，就系、是、最好嘅公众教育，嚟展现多元社会。向香港嘅 Action Q 大专同志行动将会联同各间大学嘅学生组织嚟筹组成一支强大嘅大专撑同志队伍。我哋决意站出来，为同性恋者争取佢哋与生俱来嘅权利。唔该你哋着埋橙色衫，响嚟紧11月8日礼拜六下午1点，响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正门挂尊女王铜像，即系中央图书馆对面集合。不过先至声明，我阿巴哈姆拉我个大佬 boss 哥细哥都系 100% 直嘅。我哋最能鍾意雕靓女个系窿，唔该班机老屎忽鬼就千祈唔好打我哋两兄弟主意啦。不过嗰啲样杀嘅豆腐婆就可以试下俾我哋罗碌大炮嚟帮你哋咬返食嘅。